点到一个什么东西。是啊。哎呀，你看，还会不会就不给需要你啊？真服气。这种天气真是。走进去之后，估计每天都要检，核酸检测。走。在路上走快。对。起来去走就回来，你回来再继续睡。你看，吃东西跟着，等下喂你肉，你看中午喂的，啊。去两天天光，用那个袋子抱起来。乖乖，来吃哦！不知道今天的吃不吃了，昨天是喂的。来，乖乖呢？乖乖，哎，到哪去了？哦，来了，今天住在那边。哦，来来来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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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吃！好好好好好好好，来了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，来喂了哦！看今天吃不吃？哎呦，天气上了，天气暖和喽，每天都要吃喽。喂他一些瘦肉。来，现在吃的蛮厉害的啊，每顿都肯吃了。来，今天吃不少，刚刚那么多肉，其他全部吃了。现在的食量也在慢慢的恢复了，冬眠过后这两天算是吃的比较多的，夏天真正的到来了，乌龟还是喜欢温度高一点。好了，出来吧。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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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吃了，来吧。看你好舒服，像人一样腿都翘起来，按摩按摩啊，给他按摩按摩，哟哟哟哟哟哟哟，你好你好你好，按摩按摩啊，看看按摩按摩按摩，因为眼睛闭了，你看喜欢按摩，好摸摸啊，摸摸，哟摸摸脚啊，好的摸摸啊，看看这个爪子好漂亮。你看，你一过来，你看，他就找你去了，不在乎这些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将来一变，这才意味着这次重量圆满结束。那我再过会中。